Hello， 啲我系 Jason。夏天嘅时候咧，天气咁热咧，唔知道大家中意饮啲乜嘢咧？小朋友可能会中意饮汽水，咁但系大朋友冇理由下下就饮汽水或者就饮水嘅，系咪先？有咩好得过就系喺大热天时嘅时候，有一杯冰凉透心嘅啤酒喺你前面啦。我细个嘅时候咧，我十五六岁嘅时候咧，我系第一次饮啤酒嘅，系冇错，未成年系唔应该饮啤酒嘅。但系事实上，现实里边有边一个人真系成年之后先开始饮啤酒嘅？我细个第一次饮啤酒嘅时候咧，我会觉得哇，杯嘢咁难饮，又苦又剩咁样，点解咧大人会咁中意饮嘅？但是当我年纪大了之后我就发现啤酒是真的很好味的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在一些酒吧里面喝啤酒的时候，他们通常都会斟到很漂亮，斟到的泡是刚刚好，放在嘴里面的时候是一阵很柔软的泡包住你的嘴唇来喝的嘛。但是在家里自己斟啤酒的时候就永远都斟不到效果出来的。我今天就在外面就买了一件东西回来，就声称是可以做到那些泡出来的。没错，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噔噔新型超声波打泡神器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研究下呢一个打泡神器咧，系咪真系咁巴闭？好啦，呢个打泡神器咧就系呢一个嘅Suntory出嘅，咁佢里边咧应该就系包埋咗两罐咧。呢、這个 Premium Malt， 一个系 Tokyo Craft， 咁呢个 Brewed in Tokyo Pale Ale 2020，咁呢个喺东京度咧咁啊酿制啤酒嘅。咁佢里面究竟系点样呢？咁我打开俾大家睇。哦 ，sorry， 原来唔净止系两罐，原来噔，里面系有咁多罐啤酒嚟噶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哦，哇，里面原来系有，仲有一 pack 噶。里面是有12罐啤酒的 total。 咁但系我哋今天的主角咧就绝对唔系呢一啲嘅啤酒 ，OK？ 同埋仲有就系因为我哋唔系Suntory赞助，咁所以咧我哋今天咧系唔会用佢哋跟埋嚟嘅啤酒咧，咁啊去到做呢一个示范嘅。咁呢一啲Suntory嘅啤酒咧，我哋先拎开晒先。因为我哋今天的主角咧，其实系呢一个噔噔新型嘅电动式打泡神器。咁佢上面咧用日文写住啦，就系令到你可以做到好似喺铺头度饮嘅生啤一样嘅感觉。是不是真的做到三啤的感觉呢？我们真的要试过才知道。它这个打泡神器不知道究竟是入电池还是 USB 插电的呢？在这个年代我觉得如果还是入电池的话呢，就实在是太跟不上时代了。希望它是这个 USB 插电的啦，但很明显它就是入电池的。还是哈 麦先生 Battery do this USB 上得得。好彩我经常性都有大量的电池在家里，如果不是呢真的不知道怎么算。两粒的 3A 电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日本嘢咧咁中意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，都仲系要用呢个电池嘅？点解唔可以系呢一个嘅 USB 插电咧？呢、這、一个系败笔啊！呢样嘢系哦 ，B 啦呢个度。好啊，我哋咧系唔用呢一个嘅 Suntory， 我哋系用呢一个噔噔，我哋最中意饮嘅 Sapporo 呢个北海道嘅啤酒。打泡神器，我哋电就入咗啦。咁睇下如果着咗嘅时候咧，究竟会系点样嘅咧？冇反应嘅喂。佢著嘅時候咧，我以為佢會震嘅，原來唔係，原來只係一撳掣咧，佢會著一陣燈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就係咧靠裏邊咧呢度咧有一塊嘅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佢呢度咧有一塊嘅鐵片喺度。咁佢呢一個咧，我撳著咗嘅時候咧，我放喺手指喺度咧，我係 feel 到佢係有好輕微嘅震動嘅。咁佢呢個就係所謂嘅超聲波打泡啊嘛。咁呢個咧，我哋要試咧。我哋先唔用呢一个神器，咁去到斟一杯嘅啤酒出嚟，咁睇下究竟会系斟到咩样啦。跟住之后我哋第二次测试咧，我哋就会将呢个神器咧就卡落去呢一啲嘅啤酒度，跟住之后咧就再用佢呢个打泡咧，咁啊试下去到打一个靓嘅泡出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呢一个咧 Sapporo 嘅啤酒，咁我哋用呢一个嚟先斟第一杯先。嗱，我平时喺屋企我斟啤酒咧，我系有一个要诀嘅，就系先打斜个杯，跟住之后咁样倒落嚟。去到差不多60-70%啦，之后就倒翻直个杯，跟住之后就一口气斟落去。但系结果都系咧，基本上系斟唔到泡啊！基本上系，我想讲而家系呢一个嘅下昼3:00，下昼3:00。平时我系唔可能饮啤酒嘅，但系因为我系喺度拍紧片，跟住我同 Mike 神讲 ，Mike 神，我要拍片介绍呢个神器啊，我要饮酒啊咁样，跟住佢就话：咁既然你要拍片，咁好啦，咁你饮啦你。好，干杯！好饮。嗱，咁呢一个咧就头先我哋咧冇用呢个神器嘅时候去到斟咧就冇泡啦，完全系嘛。咁我哋而家试下咧，咁啊装埋呢个神器上去。我哋咁样嘅情况底下，我哋揿住呢个掣，睇下系可以点样斟到啲靓嘅泡出嚟啊！好啦，咁我哋试一试咯。哇！マイさん見て。店のような
牛啊！哇，呢个超乎我想象喎！我完全只系慢慢咁样倒出嚟咧，可以倒到真系好似铺头咁抱出嚟喎。有抱嘅情况同冇抱，究竟争几远呢？哇，有抱好饮好多，咪成日不离声声似个牛蛙嘅阿伦多多拉多多。准备咗咪啊！哇，有抱真系争好远啊！有抱真系，我哋真系要 side by side 俾大家睇下嗰个分别系点样。嗱 ，side by side， 正常就咁针，嗱都可以针到抱出嚟嘅。嗱，我哋用呢个超声波打抱神器，我哋再哇，仲要有嘢食添啊！仲要哇，哎 ，Mason 今日咁好 service 啊！点解今日？多谢晒 Mason， 多谢晒。我哋用个打抱神器再打多少少出嚟。全然違うね。大家見唔見到那個分別啊？大家睇下個分別。我哋呢一杯係啱啱就咁斟落去嘅，呢一杯咧係用個打泡神器咧打落去嘅泡，啲泡係勁滑咯，望落去已經見到係。呢、這個真係打泡神器，呢、這個真係神器。嗱，呢一個咧，我真係好少會咁樣讚一個產品嘅。佢呢個產品咧冇得另外買嘅，係要買埋佢呢一 pair 嘢先會送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喺度講嘢講咗咁耐咧。啲泡都仲未散嘅，你见唔见到啊？跟住呢一个我哋就咁针落去嘅咧，啲泡已经散咗啦。嗱，俾大家睇啦，呢个冇泡嘅打泡神器嚟咗次喎。嗱，揿掣，跟住打泡。诶，それだけ？超音波。超音波，见唔见到啊？哇！打泡神器，哇，仲有零食，邪恶啊！これから晩飯とか晩酌やるときさ、これ使わないことないよな。絶対使うのこれ。味が全然美味しいもんね。あ、味がなんか滑らかになる。有泡嘅时候咧，成杯嘢系诱惑好多啊，饮落去系，真系同喺铺头度饮三杯冇分别咯。呢一个打泡神器，呢个打泡神器咧，真系超级真心推介，唔系讲笑。嗱，冇收钱卖广告啊，但系呢个真系掂，真心掂。不过我今日条片我先到此为止啊。咁呢一个咧，如果大家下次行街见到嘅话咧，咁啊，如果见到，但系你唔知道买唔买好，睇完我哋呢条片之后咧，再重申，冇收钱卖广告，大家见到出嚟嘅效果系点样嘅，真系掂呢一个。不过我今日条片我先到此为止，望大家中意。如果大家中意咁啊，记得咁啊 like 啦。有咩嘅下面留言度讲啊。咁我哋咧下条片再见啦，系咁先啦。啊，拜拜，嘣，咦。